救命！救命！谢谢荧光棒，谢谢荧光棒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们刚刚让我学多跟麻子哥学，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说，我就看到那个弹幕，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口头禅。如果困比分没得压力，困比分。然后我就谢谢只见只若初见的银河揽星，谢谢。我现在我想就躲在一个夹缝里面，我想躲起来。老板把小王给抢了。就是我要想学一下这个经典口头禅，然后我就说了，就老板对我笑得很喜欢我，然后说了我就又说了一句老板对我笑得很喜欢，然后那个老板就走到我旁边了，我真是对不起，我还是做不到这么晚才播。哇，好帅！哈雷团，一个哈雷团过去了。天哪，天老爷，我怎么能这么尬呀？我真是我，我觉得刚刚老板在旁边，我还在那讲，我说他对我笑了，肯定喜欢我。说完这话，我瞬间想死。我瞬间想把我自己给掐死。不好意思，大家能不能小心抢你手机？没，那是哈雷帮，不是飞车党。有没有好心的朋友？谢谢光哥的办卡，谢谢。刚要说感谢光哥办卡，有没有好心的朋友再办个卡？普信女子下头。不是你刚刚让我脸皮厚一点吗？小哥哥，现在是小姐姐，谢谢。这个顶个的猫，不是你让我学脸皮厚一点吗？看是谁带的头啊？我看是谁带的头，自信点，对，是他带的头，这点不在手上。看不到了，不知道谁带的头，谢谢点赞。水水不想拖延，又摘口罩了，摘了，摆烂了。这两天都去了音乐节，摆烂了。谢谢点赞啊！谢谢口困卡，口困妈，口摘。谢谢。叹口气继续笑什么？我尬死了，我被我自己尬到了，谢谢初见和光哥的办卡，谢谢你们。我以后还是不要那样了，厚脸皮不适合我。哇，这个店好有感觉啊，一见倾心。哇，这店有点恐怖吧？这店是模仿的香港鬼片吗？很恐怖的小拍，结果那个地方没信号，超好看。
那个店像鬼片，我结果没信号。八嘎，为什么你的泪花要说八嘎？谢谢光哥的圣诞袜，谢谢光哥的圣诞袜，谢谢光哥的圣诞袜，谢谢光哥，谢谢光哥，谢谢光哥的保暖袜，谢谢光哥的保暖袜，谢谢光哥的保暖袜，真的好看，看到什么了？真的好看。昨天麻子哥帮我找的朋友，我加了他的 line， 加了他的所有的东西，然后我给他发了信息，他就不理我了，就不回我了。他不那么晚，街上都木有人啊，街上很多人，今天周五，陌生合影，街上真的很多人。我让我妹牵线，我妹说够呛，牵线谁呀、啊？牵线谁呀、啊？看看啊，穿搭哈你，我今天不是白天出门的吗？俄罗斯闺蜜，哦 ，Tally 啊 ，Tally 都换几个男朋友了。口罩呢？口罩戴上，戴上，我来戴口罩，兄弟姐妹们，我戴个口罩。我研究了一下，俄罗斯闺蜜喜欢小鲜肉，对。哈尼今天什么时候吃饺子？你来晚了，我已经吃过米线了。谢谢六的小雪怪，谢谢六的，哦，谢谢六的冰雪的呼唤啊，谢谢。谢谢老板，换几个了？谢谢就是六，谢谢老板，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？我喜欢谁啊？我喜欢谁啊？我就想交朋友啊！他昨天还挽着我的手说，很高兴。交到朋友，为什么回去以后就不理我了？麻子长在泰国是不是很吃香？中国男生在泰国都很吃香啊，中国男生都吃香。老牛你出来，谢谢关注。为什么要找老牛？我哥一直在，我哥一直在，我哥一直在。好烦。回去了，为什么女生都这样？为什么回去了以后就不理我了？普信，为什么普信？中国男生为什么吃香？可能他们认为中国男生有钱吧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是。评价一下麻子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这见面才知道啊，你这个刘同学。人傻钱多，对，这见面才知道，现在不见面我搞不懂，我搞不整不明白，哈哈哈，他对我笑了，他喜欢我。昨天女生心想，对我笑了，喜欢我。这句话我真的是，这句话我在麻子哥的直播间里面听到了，我觉得他讲出来，我觉得很自然，也很好笑。为什么我讲出来，我就想抽自己？为什么我讲出这个话，我想抽自己两嘴巴？麻子哥有钱。国服开，对，我哥特别吃香，我哥很吃香，那一桌人都等着他去买单，能不吃香吗？看不懂泰国社会人了，这个不加他联系方式都用，加谁啊？加了 line IG Facebook 都加了，
社牛大通。我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，老板正好走到旁边，我就想想屎，受不了，当时那一下直接溜了，像做贼一样，直接钱都我都不敢，我都不敢正眼看那个老板了。谢谢小满的圣诞袜，谢谢，我都不敢。谢谢，什么在骂谁有呢？为什么那个不灵那么早就去了吗？谢谢小满的袜子，谢谢。见到每个女人都这么说。我刚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感觉我以后再也不敢去那家店了。我刚付钱，我都不敢给那个老板，尬的我。因为那个老板每次来了，他都跟我聊两句。谢谢他，哇，谢谢。他说我家住在大桥下的圣诞袜，谢谢小满的圣诞袜连襟，谢谢你，可不看。为什么有这么多袜子？你怎么有这么多袜子，小满？哎，我怎么还截图了？截图了袜子，我怎么还截图了你的袜子？谢谢小满送的袜子，谢谢小满送的袜子，谢谢小满送的袜子，你的袜子多呀，你都送几百个了啊！靠宽卡，谢谢枫叶男送的鱼丸，谢谢。谢谢鱼丸，对，300多个袜子，谢谢老板。明如你困迷烦，每天要你困迷醉。好多保暖袜子，对，好多保暖袜子。